它是这个，这上面装着个 CB 三的油泵啊。它是油泵的情况下，就点击这个油泵，油泵设置，就是这个选择型号了，也是和喷油器一样。哎，输入可以输入嘛？从这里输入也行。0445 0445 0200 078，哎，这还是一样，选择一下，现在继续，然后就开始测试。这个和测喷油器的工况是一样的，一个快速，一个慢速。啊，点击一下。